者王俊忠台南报道，参选下届台南市长的民进党立委陈亭妃今天下午在南区下林路举行南区后援会成立大会，现场挤进2000多位支持群众，场面盛大。前立委王姓男再次站台肯定陈亭妃，他说下届台南市长要选不一样的，要选陈亭妃成为台南第一位女市长。在陈亭妃走遍云南县区成立22个后援会后，她在今天下午走回台南市区成立市区首个后援会，出席支持的除了党籍议员外，包括无党籍议员庄玉珠、林秉立、赵坤元、谢才旺都到场站台力挺，赖清德嫡系的南区市议员吕维应也到场露脸致意，但他未上台，先行离去。王姓男表示，陈亭妃为了党内初选已走遍云南县区，很辛苦，女性有耐心、优秀、一级细致的特质，不像男性的粗犷。过去台南市都是男性当市长，这一次我们要选出不一样的女性市长，像高雄协定海岸线有细心陈菊女市长的开发变得很漂亮，南区黄金海岸却没有同样光景，希望陈亭妃担任市长后做好黄金海岸建设。陈亭妃也说，台86快速道路接通南区湾里后，南区人口并未增加，要设法让南区成南市的门户，并能留下人口。为此他推出反转南区的三大愿景，一是分期规划迁移南山公墓，二改善机场门户，推动国际线航厦军民用飞机分流，改善交通动线，提高整体运能，放宽周围保护区飞航建筑管制，引导潮精致农业发展。三、重现黄金海岸，持续植树护沙，缓解海岸线侵蚀，配合台17线东移，整合海岸防风林，规划大型滨海公园，整体招商吸引民间资源挹注，串联台南西部滨海观光。